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是不是你们把人类变成了机械兽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然是为了好玩啊。喏，我就是用它把人们变成机械兽的。嘿嘿，这就是神奇的黑晶圆。快交出黑晶圆。对，不能再让你们欺负弱小了。休想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有了它我就能成为统帅无数黑士兵的大将军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尝尝我的巨龙炮。黑熊也会踢球。你敢拦我？我绝不会让你伤害赵燕。哼，那我就先打你。尽管来吧，我对自己的防御有信心。大家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。张力，不是你的错。对，我们没事，还能再战。熊马大人威武。大人，我还没见过您的熊熊势能炮呢，不如让神兽战队开开眼，一炮送他们上路。好主意，尝尝我的熊熊式的炮。大家小心。是。叶辉，我没事。啊，神鹿金刚的腿变成了小熊。可是我的无敌法宝，能吞噬任何物体变为自己的能量。叫你们欺负我，全部该打。张力，都是我没用，身为神兽战队的防御担当，却保护不了大家。嘿嘿嘿，吃我一炮！张力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用。张力，张力，张力，我没用。张力，振作一点儿。可是我没能保护大家。平常你总说真武者要有自信，你的自信去哪儿了？这点困难又怎么难得住我们神兽战队？没错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要共同进退。大家，继
唧唧歪歪的，烦死了。挡住了，重力，这不可能。相信自己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就知道你做得到，能量不足，即将变为车形态。机械兽的势能炮应该是被金刚吸引了，难道神鹿金刚与失去的部件有能量共鸣？既然这样，我们来试试五合体吧。五合体？对呀，我们可以用五合体强大的能量共鸣，把失去的部件全都吸引回来。虽然合体能融合不同属性的晶石，从而获得新能力，可五个金刚合体涉及五种晶能的融合，风险太大了。二合体的火鱼金刚、陆鱼金刚、鱼象金刚都没问题，我相信五合体也不成问题。嗯，值得一试。对，我们可是神兽战队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，失败所有的黑暗。神兽金刚合体，我才不怕呢。张力，跑刀。救了我。哇，好可爱的白熊啊。其实我是北斗星战队的队员，只是被混元帝变成了机械兽。混元帝？是的，混元帝是北斗七帝之一，他率领黑暗军团占领了我们的家园，他带来的黑鲸吞噬了北斗星，我和战友们也被他用黑鲸变成了机械兽。更可恶的是，他还命令我们传播黑鲸，这些黑鲸潜伏在屏幕里吸收暗元能，最后将人类变成黑士兵。可屏幕里怎么会有暗元能？沉迷网络的人们会出现身体虚弱、心理扭曲、道德败坏等不良表现，他们就是暗元能的来源。那黑鲸是怎么进入手机的？知道，辛苦你们了。
谢谢我元帝，毁元帝万岁！您这是世界上最上最下上的领导。一群废物，看来只能靠你了。